什么？怎么可能？各位，我看过了。你是飞毛腿，太快了吧？啊，是。哎，这里阿姨知道我奖金在这里，我不敢碰到了。他是今天晚上第一个男生首胜的。恭喜！魏军，你一定要惹到制作单位。相机成开幕。今天呢，一边都是男生，一边全部都是女生，一边来自台中，一边来自山上。对，而且呢，这个山上的同学，我好羡慕他们哦。怎么说？在他们学校里面，我就可以看到大自然所有一切的美好。他们其实有点类似小小的森林小学，对，可是公立。现在欢迎我们红队。红队是来自台中的大兴国校，清一色都是气质可爱的女孩们。今天能否以柔克刚，赢得胜利呢？听说你们也很会跳舞，是不是？有很多人自学跳舞，现在大家好像很流行自学跳舞，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影音平台团的，对不对？对，看一看就会跳了。哪几位要为我们表演？这两位，好，请出列。欢迎雨辰跟善言。你们要跳什么舞嘞？Nude。掌声欢迎。Yeah， 一起来，手牵我们一起来。我记得我女儿在听的时候，我老公说：“哎，这首歌很适合你。”我说：“怎么？”他说 ：“Baby， 好多肉，好多肉，真的可以再过分一点。”我们现在影音平台现在这么的发达蓬勃，对不对？他们喜欢的东西就在上面学，对。虽然没有老师教，但是他们那种内在动机很强，对。变成说会学得更好，对，对不对？而且其实现在也很多跨国际，我觉得他们的视野又更宽广。真的。对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欢迎你们来，欢迎你们来，谢谢。接下来呢，据说呢，这个学校呢非常特别，是全台北市呢唯一一个三个字的学校，阳明山国小。蓝队是来自台北的阳明山国小，喜爱大自然、充满活力的他们将带给大家欢乐又热血的精彩比赛。我觉得你们的衣服有点不太动……这个是你们是学寿司的吗？不是，就是我们学校就是从一年级开始就会开始就是用一个植物叫大金，然后开始染衣服，然后每年都会染出就是自己的衣服。那除了这个染的课，还有什么其他的课？还有自己种山药，自己种山药。要去菜市场卖吗？做成山药铜锣烧去卖，好吃吗？山药铜锣烧好吃，好吃啊！真的假的？会看戏吗？李晨说好吃就感觉好好吃。李晨好吃吗？好可爱、啊。但是人家有带来舞蹈，你们要干嘛？翻跟斗还是跆拳道？没有带舞蹈。你们有舞蹈？李晨会跳舞。Baby， 好多肉。你那衣服像正头的。我想问一下，你们跳的是什么？我破说白有什么舞？什么舞？什么舞？鲁冰花。鲁冰花。哎呦，现在大家很流行的哦。酷啊 ，OK 啦。认真的，不是那种，是那种
哎，你知道，哎，它暖暖包，哎，好温暖哦。而且它很会运动，哎。他们还会玩那个太鼓。对对不对？他们是太鼓很厉害的哦。等一下会带来表演。对，那个全校的那个太鼓队在路上，待会就过来了。待会会带来一个非常厉害的表演。下山中，对不对？对对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决战冒险王赛制说明，赢得关卡的队伍即可参加戳戳乐，累积奖金，获得较高奖金的队伍获胜。马上进行第一个关卡，快接力！接力拼图游戏规则说明：每队各派两名代表，依照指定图案轮流拼图，最快完成的队伍获胜。耶！接力拼图，我们现在呢是彦俊哥的图，可是他到底是怎么样的表情呢？我们来看看。第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啊？哎呀，有胡子的，来看看有胡子，然后呢是皇冠哦，然后呢头发颜色有一点不一样哦，眼睛是张开还是眯起来的呢？加油，老师，请倒数。3, 2, 1, go！ 加油！哇，他们好快哦！对呢，先按铃的有没有皇冠？有，请问头发是不是有染一点点黄色的？有，眼睛是张开的吗？有，有没有胡子？有，哎呦，腮红、嘴巴，恭喜答对，不错不错，而且速度蛮快的，直接的 round two。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的题目，就是心灵姐姐啦。哎呀，泪眼汪汪，买不到宵夜的表情。不礼貌。好，准备好了没？好了，请倒数。走不动，彦俊哥哥来看一下哦。拜托，有没有对？我们这边是帽子哦，不对，继续，都不对，都不对。你们算让得很凶哦，弄完之后还要再回去呢。哎呦，我们来看一下哦。好。心灵姐姐呢，有戴一个帽子，小帽帽在我们的头上，有泪眼汪汪也有，然后呢还有腮红也有，然后头发我看一下，我头发这边有刘海也有，恭喜蓝队，蓝队要来戳戳乐了 ，OK， 欢迎我们蓝队，蓝队请回一位同学，其他同学请回原位，来有请，看一位同学。有谁？哎呦，好，就你了，就你。小心有哪一个？好，随便抽，请坐。你要发功是不是？来，来给我，我来，我来，好，我往前走，来，给你拉。恭喜获得2000元。好，恭喜，好，接下来跳舞。超级飞毯游戏规则说明：每队各派一名代表，用脚踩的方式将飞毯快速收起，较快完成的队伍获胜。超级飞毯，哎呀，这怎么飞呢？我们这个长毯呢，总共有8公尺，800公分。待会呢，同学呢，两个 PK， 对，然后呢，用最快速度呢，把我们的这个飞毯全部收完之后呢，按钮按铃就获胜。女生队穿的是裤裙，所以还 OK， 对不对？好的，准备好了没？好了，超级飞毯 ready go， 加油！你
生也表现得非常快。你跟你讲，你整个就是优雅，他就是疯掉。你大约只慢他大概十公分而已。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快啊！恭喜，杨明成队长。紧接下来第二棒，请就位。超级飞弹，现在呢，第二棒呢由我们彦君哥哥还有西林姐。请问我们两个在这里干嘛？我们是复健组的。哦，你好了吗？我好了。那我要 Q 老师喽。好了。超级飞弹第二棒。Ready， 好，第三棒 ，Ready Go，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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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蓝队领先。目前蓝队领先。恭喜蓝队。他很可爱，蓝队同学那个脸，很烫的感觉。而且他的脸，很累吗？还是很累？很累哦。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是我们蓝队主场，我们只要一比赛，蓝队的那个加油声超级大声的。哦。对，而且加油加油！因为我们这边走比较优雅的路线。对。第四棒。好，现在目前是2-1。在场上的阳明山派出的是李晨，然后呢，我们的红队派出李宇晨。哎，你们名字只差一个字哎。是。李晨奏乐，准备好了没？好了，帮对方加油。第四棒 ，Ready Go。点点，哎，说真的，还没开始，你是不是觉得你会赢？对不对？刚才你看到红色跑那么快，你是不是压力就来了？现在目前2-2，战成利手。耶，最后一战，看出你们最厉害的出来。好，最后一 round 啦 ，OK， 现在2-2战成平手，这一 round 谁赢谁就把冠军带回去了。好 ，OK， 准备好了没？好了。不是你太可怕了啦！而且旁边喊帅哥，他一喊帅哥，他就是想看，讨厌，真的是。恭喜蓝队获胜！耶！好，我们请蓝队同学来说说乐喽。OK， 就你来吧，请选择。这是阳明山跑最快的人。哦，好，来。好，来吧，我们来往前。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蓝队的奖学金，来帮我拉一下，拉开。再加1500。恭喜你们！马上进下一关卡 ，Go！ 原子小金刚翻翻牌游戏规则说明：每队全员出动，记住16宫格中的牌组，并将相同的牌连续翻出，一人一次，只能翻一张，较快完成的队伍获胜。小金刚翻翻牌。待会呢，我们这边有6个小金刚的动作，然后呢还有4张卡牌 ，OK， 用最快速度找到最相对应就赢了 ，OK？ 是。看20秒，预备。开始。好，有6个动作，有惊讶的，有飞天的，有飞踢的，有比耶的，还有起飞的，还有向前直拳的小金刚。时间到，好，请转身。谢谢。好的。艾伟用最快的速度找到相对应的就可以了哦。好的，请转身，小金刚翻翻牌，蓝队 ，Ready Go， 加
加油！加油！加油！往上冲的，往上冲的，在哪边？很好，恭喜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哎呦，侧踢的，很棒，侧踢！上上上！新牌的在哪儿？哎呦，很厉害哦！恭喜答对两个喽，还有四个。哦哦，很惊讶，惊讶的小金刚。惊讶的在哪边？第二个惊讶。啊，这个是毕业的。是毕业的，要记得哦。来。好，剩一。要找一下惊讶在哪里？惊讶在哪边？集三张牌啦，紧接着嘉瑜，哦，直拳，直拳又直拳，你有个直拳在哪呢？啊，它是毕业的，不是毕业的喽。好，李晨，直拳在哪？帅哦，哇，记忆力很好哎，很厉害，记忆力超强哎，李晨。好，现在已经出来四个了。好，毕业的，另外一个毕业在哪里呢？毕业在哪边？哇，厉害，他们都没有翻到卡牌哎。哦，恭喜！哦，最后一个表情了。还有飞天的，另外一个往上飞的在哪里？另外一个飞天在哪边？加油！恭喜！按钮，按钮，按钮。成绩公布，1分41秒53。你接下来换我们的红队的同学，好，现在换我们的红队上场啦。OK， 一样哦，有20秒钟可以看哦。来的女孩，好好记一下。20秒计时开始。看一下哦，记得我们的卡牌在哪边，记得每一个表情在哪边，毕业的，有惊讶的，有起飞的，还有侧踢的。时间到，好 ，OK， 请转身。好的，红队 ，Ready Go， 加油！加油！加油！哦，加油！直拳的，又直拳，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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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直拳在哪边？是打叶的，不是？好，叶叶。直拳在哪里呢？加油！蓝队的拳击是1分41秒，恭喜！一个。第二个啊，卡牌卡牌，记得哦，卡牌在哪边要记得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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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惊讶的，惊讶的小金刚，加油加油！惊讶小金刚，接下来，加油加油！哎，这是毕业的，毕业的小金刚，惊讶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这是飞天的，飞天小金刚。行了，第三个是卡，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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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天的飞天小金刚，第二张飞天在哪边？加油加油加油！恭喜恭喜，飞天小金刚很有机会。第四张在哪里呢？第四张是卡。小金刚，加油！加油！加油！啊，毕业的，我的毕业小金刚，加油！加油！加油！哎呀，我是小金刚的 Mark， 自卡 logo， 自卡，加油！加油！加油！这是飞天的。OK， 你们下牌好像都没有翻哦，下牌好像都没有去看一下。加油！加油！加油！哎呀，自卡。是飞天的，哎，那对不起，这是擦腰的，擦腰的，恭喜答对，恭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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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是小金卡。
而且我们男队也已经有点烧瞎了。没错，这一段加油的路很长啊。成绩公布，2分51秒，恭喜蓝队获胜。谢谢我们的同学，是朝圣衣吗？朝圣。圣衣穿什么呢？受伤吗？好，来，1、2、3，现在目前是3500元奖学金。好了，往前走，来这，跟心灵姐姐走，自己拉。恭喜再获得2000元。他们接下来刚刚同学都已经到齐了，他们要带来一个非常厉害的阳明山太鼓表演。哦，原来太鼓表演哦，听说阵仗非常的大。女孩仔细看哦，掌声鼓励。听到这个太鼓的那种表演，感觉我们是很震撼的。我们学校长期在推动学生的各项活动，是。那老师们也很用心的在构思什么样的课程可以让我们孩子可以动静皆宜，所以我们就想到太鼓。成立了多久了？大概有近10年的这个历程。那我们孩子大概从3年级以上都会接触这一个太鼓的课程。那孩子会，校长应该也会吧？我小时候有打过鼓，可是我打的不是太鼓。挑一个，真的要吗？来，校长，来看一下你如何。梁校长，梁师傅。我觉得校长在学校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校长的支持、学校的支持，还有老师带着小孩子带那种笑容，就觉得说非常投入的，真的，一群非常非常幸福的孩子。对，谢谢我们梁校长，谢谢大家，谢谢。好，大家。马上进行下一关卡狗。陀螺 fighting 游戏规则说明：每队各派一名代表，听从裁判指令进行陀螺对决，陀螺转动至最后者获胜。香蕉哥哥 Kimi 姐姐，陀螺大使，我们这一关卡呢，只要获胜队伍就可以送你们陀螺，好厉害！想不想要？要！现在青少年真的很喜欢这个陀螺，对，没错，而且现在是第4世代，对吗？对，对，就是 X。
我们的这个战斗陀螺 X， 而且呢，礼拜五晚上的7点半，还有礼拜六下午4点呢，我们的悠悠 TV 呢就会播出我们这个战斗陀螺最新一季。没错，今年是第25年，25年了，哇，陪伴着我们长大的，有些爸爸都还在玩。你们好像有带来自己喜欢的陀螺，对不对？一定要，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颗，噔噔，它叫做凤凰飞翼。它是陀螺有史以来最重的一颗哦，对，真的很重吗？你说重量最重，重量最重，因为它有红色的烤漆，对哦。那它还有另一个特点呢？哦，真的哎。我们这一次这一代 X 系列呢，它有一个加速齿轮，没错，极限加速带，加速带。所以呢，这一颗厉害的点就是它的轴心的部分，它有全部的，它一个人很像那个挤奶油的那个哦。挤花的那个口可以让它更容易的哦，它就可以卡上那个加速带，借力使力，借力使力就对了。那你的嘞？像那个最近喜欢的是这一颗，最近喜欢哇，所以想要玩很久就对了。这一颗叫做魔导幻剑，魔导幻剑，对，因为它的这个轮盘这边啊，重力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它在旋转的时候会比较持久，耐力型的，没有错。所以有时候你会回转获胜，就是它转的久。虽然我们陀螺有分攻击型跟耐力型的陀螺，但是胜负都是不一定的。对，你的陀螺落点也很重要。对，没有错，没错，落点也很重要。手要打直，建军哥很专业。哎，你有跟小新一起玩过吗？你的小孩有啊？小新会吗？会啊。耶！他就说：“爸爸，你不要转太久。”会生气，要让他们多一点成就感。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很好，是这是一个手眼协调的玩具，就是你手跟眼睛要这样拉，然后再加动力，所以是可以练习到小朋友。战斗陀螺已经不只算是玩具了，是以运动竞技在设计的，所以是全年龄的运动。因为你的手要很大的，对不对？加入奥运，搞不好再过几年就对。小小可能说的奥运会，有机会，有机会，奥运会真的有可能哦。想不想玩？下一棒，请就位。战士就位。战斗准备。3, 2, 1，Go！很好。好，好，我们的战斗开始了。加油！加油！加油！为了凤凰飞翼率先展开进攻，但是我们这边红队的魔导幻剑成功防守住了。比赛进入了后半段。哇塞，谁都不让。大家是要看。我们的速度很快，对，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最关键是它很持久，对，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它会转很久，但是它力气很大，因为它是攻击型，所以你要在前面几秒就先攻击到对方，前面几秒是关键。所以每个陀螺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没错，胜负都是不一定的，要看选手怎么发挥。恭喜红队，好，第二棒，第二棒就位，战士就位。战斗准备 ，3, 2, 1, Go！ 是，加油！来了，来回来了，蓝绿陀螺对战，加油！开始记忆，哇，我们绿色虽然是被动攻击，攻击成功，红队获胜。哇塞！虽然现在比数2-0了，是，但是战斗不到最后都是不一定的。没错，比赛是比结局的，对，比终点的，对，还没到终点，完全都还不一定。没错，继续加油。第三棒，我们天王天后要来对决。是的，小小的 QV， 请就位。哇，天王对决天后。比赛前有没有职业陀螺手的架势？是哦。比赛前有没有想跟对方说什么话没有？我们永远是朋友。我们开心玩，玩陀螺就是要开心，开心玩，开心玩，但用尽全力。没错，好，我们同学帮我们的天王天后加油了 ，OK。好，战士就位，战斗准备 ，3, 2, 1，Go！ 咻！发射成功。没有错，他前面就把他蹦飞出去了，好可怕哦！真的，目前男生都没有赢过，真的，真的，
是，这就再一次证明了。真的，男生都没赢过哎。真的，这再一次证明我们刚刚第一回合是魔导幻剑黄色的赢，是。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红色的赢，是取决于选手的发挥。哇，还是取决于选手是男女。等一下，如果都是女生赢，那我们就知道了。还是先农生物农民力，农民力来说，女生运气好一点。OK， 恭喜蓝队获胜，2-1，第四棒，战士就位，战斗准备 ，Three, Two, One, Go, Shoot！ 凤凰飞又展开漂亮的突袭。已经打破了第一波攻势，但目前看来还是不相上下哦。哎，这里他一直都在整天都没把我打破到了。恭喜我们这蓝队防守成功，获得一胜。他是今天晚上第一个男生首胜的。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打破第一波攻势了。哇，好棒好棒！越来越关键了，接下来一点点。第五棒，请就位。战士就位，战斗准备 ，Three, Two, One, Go, Shoot！ 我们成功了，我们红队展开胜利。我们这一次的胜负是红队获胜。果然速度都很快哦，你来我往的进攻，但是刚好都互相躲避掉了，直到有其中一方率先出界了。哎呀，所以我们掉到壕沟里面去了。对，但是都一翻两瞪眼啦，要是有碰撞到，出去的就是对手。哇 ，OK， 恭喜红队，3-2听牌喽，厉害喽 ，OK， 第六棒，请就位。好，现在呢是第六回合了。目前呢，成绩呢是3-2，红队暂时领先，李晨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要不要帮李晨加油一下？加油！好的，那我们的红队呢也不遑多让，要不要帮我们同学加油一下？加油！加油！战士就位，战斗准备 ，Three, Two, One, Go, Shoot！ 加油！什么后退？来吧！一个上勾拳将对手击飞了！战斗陀螺男子组被敲倒了，而且重点是，你知道男子组有多想把战斗陀螺带回家？哎呦，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讲评一下。是是是，刚刚的比赛虽然我们快速分出胜负，但其实蛮有战略性的。是，我们一发射下去之后啊，我们有看到蓝队这个绿色陀螺先率先发射到边缘，是看起来有试图想要先用极限加速去反击对手的感觉，加速带。但是我们刚刚女生这边是发在中间，由中间往外跑。然后将对手撞出去哦，所以弱点跟第一次撞击很重要，非常重要，就可以知道说你第二次的进攻点会是在哪边。没有错，哇，恭喜红队获胜！耶！你可以把我们的陀螺带回家。OK， 谢谢我们的李晨，红队要来搓搓乐，来来来来，哦，来，你要每一个呢，想一下，2500在哪里？2500还有四格。觉得这是2500，来看看这是不是2500？来麻烦你把我这边拉开。恭喜红队可以获得1500，非常谢谢我们香蕉哥哥还有 Kiwi 姐姐，谢谢陀螺大师，有空常来。播出时间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谢谢。5:30，还有6:00会重播，大家一定要好好来支持一下 ，OK？ 然后有空常来我们这边玩，谢谢，好的，谢谢，帮你们设计专属你们的游戏 ，OK？ 没问题，我们拉那个地毯很好玩，要拖鞋哦，真的 ，OK？ 谢谢你们，谢谢，马上进行下一关卡 ，Go！超级金头脑游戏规则说明：根据题目回答问题，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超级金头脑，来看看
第一题题目是什么？可不可以找到燕俊哥哥扮演的蛛丝马迹？请看。美国人喜欢在感恩节吃火鸡庆祝，请问美国总统在这天会做什么事呢 ？A. 帮火鸡办感恩会 ，B. 特赦一只火鸡免死 ，C. 办火鸡选美大赛。你们觉得燕俊哥哥会办美国总统还是火鸡呢？欢迎郭燕俊。农场路线了，魏军，你一定要惹到制作单位。我说，哎，我不是要扮川普吗？原来我是扮火鸡啊！你好可爱哦！你好可爱，你好适合玩那个小鸡犬呢。小鸡犬，就是我家的我家我家翠，我家的小鸡我家翠。就好像香鸡城开幕啊！他的便当。我要一只手扒鸡，给我手扒。好，我们节目了，没在火鸡会讲话。所以，请大家摆一二三。国队台是 C 办火鸡选美大赛，为什么？那我应该是冠军了。英文课好像有听老师说过，看哪一只火鸡长得最漂亮，觉得哦，就像很多狗狗啊。都是狗狗一号鸡，我是一号鸡，二号鸡，我是二号鸡。哎，三号鸡，三号摄影机，不同风格。啊，4号鸡，臭脸时尚，4号鸡，欧美名模，臭脸。我跟你讲，这组很棒，他头换了就变老鹰了，然后呢，头套拿掉就是秃鹰了。这边答案也是 C， 为什么？看影片有人就是有说到那个火鸡选美就对了，对，有看过，有看过火鸡选美，了解。OK， 哇，如果真的火鸡看到我会怎么样？吓死！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就是。B 特赦一只火鸡免死，很有趣，对不对？你们知道吗？每年在美国都会有一只火鸡逃过鬼门关哦，获得美国总统的特赦，被饲养呢到老死，而且永不宰杀。获得这个赦免的这个火鸡，在出生的时候呢就被选定喽，而且呢享受听音乐啊人工饲养等等特殊的礼遇哦。而且你知道这只火鸡会被训练什么？训练习惯相机。闪光灯还有噪音，因为呢，他要在赦免仪式上面呢，大家会拍他，记者会，记者会，对他要表现镇定，就这边有人拍，他就咕咕咕，这边有人拍就看左边，哎，你就是特赦那一种，哇，是，哇，他就不用怕那个闪光灯，对 ，OK， 还有噪音。第二题，老师请出题。到日本神社，为了净身会看到净水池，请问用勺子洗手跟漱口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呢？A 勺子不能放地上 ，B 勺子不能碰到嘴，C 孕妇不能拿勺子。好，这个呢就是到日本神社呢会看到那个净水池啊，是有看到这个勺子，对不对？那请问它有什么禁忌呢，或者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比方说勺子不能放地上，或者不能碰到嘴，或者是孕妇不能拿勺子。数到三，请翻答板，一二三。等一下，挡住。好 ，OK， 可以挡得很好。红队答案是 B， 为什么是 B？ 因为我以前好像有看过他的告示牌。不可以拿来喝啊！哦，不可以拿来喝，不可以碰到嘴就对了。啊，这边是。这个答案是 A， 勺子不能够放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很脏。因为对神的不敬吗？还是李神改？因为李神说因为很脏。因为妈妈有说东西不能放地上。对，我们来看一下答案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恭喜，勺子不能碰到嘴。其实对神明来说呢，我们这些凡间世人呢，多少有带点不洁的象征。因此呢，在进到这个神社之后，我们会在主殿前呢看到一座守水社哦。那这个进圣的顺序就是右手拿勺子盛水，然后呢将左手洗干净，手中的水呢不要一次倒完哦，接着再换到左手拿勺子把右手洗干净，还是不能倒完呢。最后呢再换到右手拿勺子把水倒到左手，然后呢嘴巴接左手的水呢漱口，嘴巴不能直接碰到这个勺子，用手
手，接着呢，右手里头还有一些水，对不对？拿着勺子呢，再次洗净左手，之后把勺子垂直，让你用这水呢，把这个你自己的右手呢，往下洗干净，往下流，这样子呢，就是哎，已经净身完毕了。哦，恭喜你们的！哎，你怎么知道啊？之前去日本的时候会看那个。会有一个警告，而且会有个警告，会有一个提示，所以你们常常会到那个国外去玩就对了。那你们在台湾有到哪个景点玩吗？有没有？很多，很多。听说有人直接就是在阿里山在那里生根就对了，是谁？是你，就是你。住阿里山？你住阿里山吗？没有。那你是什么时候去阿里山？过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过年的时候是咖啡豆的产季，阿公阿妈种咖啡豆的时候就不忍心看他们两个独自在那里采。哦，所以你就会帮忙。我真感人哎，其实很多人没有看过咖啡豆。哦，这边有照片。哦，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咖啡豆原来长的是红色。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长什么。哦，你有带来哦。嗯哦，这是咖啡豆。那像剥开来就是这个样子就对了。这个是剥开。然后再烘焙，对不对？哎，这不是饲料，你知道吗？其实台湾的咖啡也很有名哎。哎，这超香的，对，闻闻看，超香的，超香。哎，我觉得你们这组真的很棒，他们表情好棒，每个人表情都是每个。你再演一次，陈家预备，开始。谢谢你介绍给我们，谢谢。下一题，请出题。出国旅游经常能看到骑着马的骑士的铜像，请问铜像的马抬起双脚代表什么意思呢 ？A. 战争胜利，衣锦还乡。B. 光荣战死沙场。C. 快马加鞭。好，我们出国旅游呢，都可以看到那个骑着马的骑士的铜像。请问呢，这个铜像马，它双脚都抬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看过单脚的。还有看过四肢都是站立的，但是双脚腾空的马，这个有意思哦，我以为有几岁啊。想一想，数到三，请翻答案板，一、二、三，来，红队答案是 A。战争胜利，衣锦还乡，就是呢这个抬起双脚。那我们的蓝队是 B， 光荣战死沙场。哎，为什么这答案呢？因为不是被杀死，然后就往后倒。哦，往后倒就啊！你说那个马是要往后倒的过程中被做成铜像，是不是？还是说我投降了啊？有这种事情啊？哦，那你们为什么觉得是 A 是衣锦还乡？就感觉他的表情都会是快乐的，就是仗着很帅，对不对？就啊，很开心，脚抬起来感觉就很像打败，然后成功打败对方。同学有没有答对人？正解就是。光荣战死沙场。哎呦，你们知道吗？其实还真的有点意思哦。厉害哦！这些铜像呢，通常都是王族或者是呢骑士啊、骑马征战的象征哦。但是骑的马的这个骑士或者是王族的这个铜像呢，其实你们可以从马的姿势来判别他们的人生结局。比方说，马的双脚呢抬起来的话呢，代表光荣战死；那呢抬起单脚呢，就代表因为意外事故在战地负伤之后去世。那至于马的双脚稳稳的着地呢，则代表他安享天年。这个太妙了啦！原来都有这个意思，这太有趣了啦！一只脚，哎，双脚。说到这个，你这只环境可以摆脱吗？摆拍，摆拍，然后双一只脚，双脚，恭喜你安享天年。好，接下来下一题，老师请出题。古代将口红称作胭脂，请问胭脂命名跟什么有关呢 ？A. 发明于战国时期的燕国。哎呦。B. 从胭脂花提炼的。哦。C. 颜色就像泛红的脸颊。OK。胭脂。好，是什么嘞？数到三，请翻答案板。一、二、三。红队答案是 B， 从胭脂花提炼的。哇，这题女生应该会。蓝队答案是 A， 发明于战国时期的燕国。女生为什么觉得是从胭脂花提炼的？感觉东西都是从它是有关系的，因为是什么？对，它如果是从那个东西出来，然后它就会把它用同样的东西命名。发明于战国时期的燕国，为什么呢？这个答案有意思，因为它有注音啊，就很谨慎。你知道它为什么注音吗？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数不多啊，怕我们念错。不会啊。
我们也不能换。答案就是老师请公布，答案就是恭喜，有没有？有没有？恭喜你！哇，你们今天运气真好哎！真的。哇，你知道吗？这个胭脂呢是来自于战国的燕国，源自于呢商纣时期啊妲己所发明的。那因为当时呢燕国的这个妇女呢，其实会采用红兰花叶汁呢凝结为脂而成哦。那因为是燕国所产而得名。那这个妲己呢，因此呢把这个东西擦在脸上啊，哇，就发现哎呦她的容貌怎么永远都是那么光鲜啊美丽啊。所以这种脂粉呢最后被称为胭脂，也就是现在的胭脂。但是刚开始的那个胭是燕国的胭，然后现在变成这个我们有一个胭肉字旁的胭，一个音，对。OK。恭喜蓝队再度获胜，很厉害，抽空了，现在目前呢5500元，来看看李晨，李晨，刚才呢你们答对了两题，刚刚红队答对了几题？李晨同学，李晨，奏乐，奏乐，没有相信我，一二三 go， 相信你是5500，2500，好，来，自己来，拉开哦，一二三，多少？2000。我们蓝队同学获得80元奖金，红队得到我们的精美奖品，还有我们的陀螺，谢谢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同学，谢谢我们的超级总动员，大家拜拜。